蔡主席有跟我通过电话，会他代表民进党参选，今天去领票。啊，我说过，全台湾大家，我们所有，包括我们的市民朋友，大家都不意外，也认为蔡主席的参选承担责任，这是必然，也是应该。我也认为这是他的历史责任。那我想，南台湾的高雄，我们会全力支持蔡主席。我们希望他能够带领台湾走出困境，同时要展现蔡主席有能力处理两岸之间的关系，维持现状，让双方更多互相理解，正确的认知，我认为这一点都很重要。那未来我当然会扮演积极助选的角色，我相信我真欢喜共耕耘，我真欢喜替所有替总统做选，替所有的立委做选。我嘛感觉迄是我的责任。这个都要尊重蔡主席，尊重我们赖清德赖市长，他的意愿、生涯的规划，这个都要尊重双方，好吗？我都尊重他们，不管谁上线，我都支持，好吗？